它的下载速度稍微的慢。反正到目前为止，我知道这边楠楠他是用乌班图的，应该实现可以跑通了，是吧？哦，可以提交了，是吧？好的，在 ID 二的话，它是一个来的，所以它就会告诉你是不是要打开第一个。因为它这个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让你去做沙箱测试，所以其实它主要是让你知道一下。它主要是让你知道一下，就是说你这个代码能不能跑，还有你怎么去测试。比如说你在 IDE 的话，它也有一个 test 下面，你可以右击这个玩意，就是 run test， 或者右击这个 test 文件夹 run all test 都可以，表明你在测试你的代码是不是通过了它自己准备好的单元测试。就是如果你都是绿的，就表明你通过了。比如你任何时候你可以再来一次。大家可以发现这个 IDE 里面的它这个跑起来就比 NetBean 是要稍微慢一些，毕竟它要一个个来了。NetBean 是批量全部都依次排开，搞完一个马上下一个，它这个就稍微更加方便一些。好，比如说你弄完之后的话，你就给点这个提交了，对，它就会 submission successfully， 对，然后 wait for response from server。你也可以看它那个 background， 不过它这个里面的话，因为它不能那个同步切换，所以它一般是。response 给你之后，他会告诉是不是要打开下面一个 access， 他一般会告诉你就直接 open 下面一个就可以了，他就会这个时候他就会帮你切换到下一个练习。大家可以看到 ID2 它这么一个个切换还是不像那个 NetBean 是这么方便的，是吧？并且它的那个跑起来的速度也稍微慢一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会建议大家这个练习尽可能用那个 NetBean。 Mark 的话他按说是如果你事后我再看一下吧。好，比如说第二个练习 week1002 hello world， 来看一下。好，第二个是叫 hello world， 它其实也比较简单，它就是让你打印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就好办，你把它复制过来，然后在你的代码里面。因为 ID2 它比较智能，它会自动帮你换行，所以就全部搞掉，都不需要做额外的事情。然后你再跑一下那个 run all test， 对，然后这里都绿了，都绿的表面是一切正常，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提交了。你也可以按照去那个 background 跑，然后它这旁边呢，我选了 background， 它跑完之后停。这里有一个就是说你的当前那个练习列表，你可以知道一下你哪些是那个绿的，哪些是没有绿的，然后你可以直接的去，你可以直接这里那个切换也可以啊。比如说 OK， 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双击也可以切换，或者你进 next 也都可以，这里可以给你切换。比如说我切换到 big number， 这个列表是按照来去切换练习的。它默认是你做完一个，它就会让你提示你进到下一个，但是你可以点那个列表之后自动切换到某一个你想去切换的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week 一，它的 big number 就是说 type number 输一个 number， 然后再看看那个 number 哪个更大一些。
前面这些地方的话，建议你就复制它内容，因为你打一方面不太快，另一方面也容易出错。然后他问你要那个 big number 是哪一个？啊，这里如果你刚开始不太熟悉，也不想用那个 max 的话，你就可以比较简单点。比如说，如果第一个比那个第二个大的话，反之的话，你就选第二个好。你可以在这里面直接跑，当然他是建议你用那个 max 点 max， 不过这个点无所谓了，因为你的目标只是那个你练习一些 Java 的基本的那个练习的，比如说这里可以测试，这个是你通过这个测试你可以知道它是对的，然后你跑一下它这个测试，你看是不是它的单元测试都过了，就是这个 main 方法是让你自己去手工的做一些集成的那个测试。他这里告诉你，他准备了五四个测试，你都过了，都过了之后，你就给范型提交了。你可以看他 background， 然后你继续切换到其他都可以。一般来说，你只要你单元测试都过的话，那么就是过了，他这个没什么太多那个太多其他的。这个时候表明过，你想看答案也可以看，点那个 view model 什么东西，看看他代码怎么写。好的，那么这个是，就是你看参考答案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就是对比一下它的参考答案里面哪些地方你可能不知道的。比如说，你看帕基，它用了这个叫 max 点 max， 就是它直接调了个方法，这样的话就省事一点。所以至少你通过参考答案，有时候你可以知道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东西。然后它里面，然后你发现这里它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它这里没有换行，它这里有一个 print。其实原则上讲的话，你看啊，它这里的输入的模式，其实这里确实是要求不换行的，就是你要求它打之后在后面那个输一个数。不过这个小的细节，它对你的那个不会那么苛刻的，所以你那个都是可以的。所以基本上你做完之后呢，你尤其是稍微有点量有那么几行代码的那个练习的话，你可以看看它参考答案，它一般会告诉你一些。那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并且可以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地方，然后你在那个列表里面可以自由的切换，那么就可以。好了，我再带大家做一个，我就那个就不做了，然后大家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随时跟大家一起看一下。现在这个 idea 包为什么真的是越来越慢了？以前那个用那个2016/17的版本的时候还没这么恐怖，现在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好，我们看一下19。19叫 age check， 他这个就是说告诉你 how old are you， 然后你输一个数字后呢，看看如果你是要在0和120岁之间，如果你比0还小，比120还大的话，那就是 impossible 了，就是这个就是让你去练习那个一些基本的那个分子判断。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你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它这个输入的是在那个后面进行的，所以确实可能这里不换还是比较合适一点。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到它的 next int。那么这个 next int 和 next line 有什么区别呢？你之后你可以去看，就是 next line 的话就是下面一行， next int 的话就是说你在同一行里面，你用空格隔开了几个数字的话，它都会一个去读的。这个是下面你就开始写了。如果说 age 小于零，或者 age 大于120的话，那都是不太科学的事情，至少今天是不太科学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打这个 impossible。然后如果反之的话，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因为这个代码你知道它是比较直观的，它主要是让你知道一下这个 if 怎么写，还有这个逻辑的 for 条件怎么去判断，所以基本上你写完之后你可以直接跑到测试看看是不是过了。过了之后你就可以那个再提交了。然后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会发现 idea 的它在那个前面的话给你搞了一坨一坨的那个项目出来，仔细看它这个都是给一个加的，它每个练习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 project， 所以它这个全部的都加到这个里面去。好的，那个 idea 演示我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大家现在就是可以自己继续的花点时间去熟悉一下它这个开发环境和那个练习过程。